系统管理员可以喺 Admin Tools 处理收视嘅程序。每一日过咗交易时段之后，我哋都要 download CAMS 嘅 CTF 档案，其中记录住所有经 CAMS 完成嘅交易指示。download 好之后，就要将呢一个档案交俾负责 SB 嘅同事进行资料同步处理，然后就可以按 Close Market 执行收视指令，将 CAMS 设定到已经收视嘅状态。而无论收视前后，系统管理员都可以浏览几个 Admin Tools 提供嘅报表，包括 AE Journal。喺呢一度，我哋可以选择净系列出某个经纪所处理嘅交易。Order Journal 显示每一单买卖嘅最新状况。Request Journal 显示所有指示，除咗买卖指示之外，亦都包括 Amend Order 同埋 Cancel Order 等等嘅指示。Trade Journal 显示所有已经成交嘅买卖。